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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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。周后继名器，其母有台侍女，曰姜元。姜元为帝库元妃。姜元出也，见巨人姬，心欣然说：“欲见之，见之而生动如孕者，居其而生子，以为不祥，弃之爱相，马牛过者，皆辟不见。喜至之林中，是会山林多人，牵之而弃渠中冰上，飞鸟以其翼复见之。姜元以为神，遂收养长之。”初欲弃之，因名曰弃。弃位而食，亦如巨人之志。其游戏好种树麻，蔬麻蔬美，即未成人，遂好耕农相得之宜，以谷者稼色焉，民皆法则之。帝尧闻之，举弃为农师，天下得其利，有功。帝舜曰：弃黎明时机，而后继播食百谷，封弃于台，号曰后继，别姓姬氏。后继之心在陶唐于夏之际，皆有令德。后继卒，子不逐立。不逐末年，夏后氏正衰，去继不悟，不逐以失其官而戎狄之间。不逐卒，子居立。居卒，子公留立。公刘虽在戎狄之间，复修后继之业，勿耕种。崇侯虎赠西伯于殷纣曰：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相知，将不立于地，帝纣乃求西伯于有礼。鸿腰之徒患之，乃求有绅士美女，离戎之文马，有雄九四，他其怪物，因必成费众而献之纣。纣大说曰：此衣物足以事西伯，况其多乎？乃射西伯。此之公使服悦，使西伯的征伐。曰：赠西伯者，崇侯虎也。西伯乃献洛西之地，以请纣去炮革之行。纣许之。